今年呢，我加了一些 LED 灯，缠绕这些樱花树，然后每一棵樱花树前面，我都做了一个三角形，所以一共有，我有七棵樱花树，但是有六棵我们自己种的，前面都给它加个三角形，就有点像是圣诞树一样，不错啊，就是来点不一样的。啊，这边三颗，然后隔壁的邻居，然后那边还有六颗，不是，那边还有三颗，另外还有三颗，然后那是隔壁邻居的房子，那是我的家。OK， 哎，我邻居也装饰得很漂亮。OK，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